助理，他不行，他是我助理，人长得又帅，工作能力又强，谁能不喜欢呢？棒，好，我们走。来，您小心。顾小姐，哎，赵总。哎呀，哇，来到了最热闹的区域。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公司名副其实最受欢迎的。哇，来到了最热闹的区域，这就是我们办公区了啊！大家都在非常认真的在工作，哈哈。啊不啊，游戏玩的也挺认真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区域就介绍完了，跟我走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区域。这儿呢，就是我们休闲的区域。哇，那边还有约会的地方，有电话亭啊，还那种就迷你 KTV， 啊，还有这种书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就是我们非常厉害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直播间了。平时的直播都是在这里播出的。那个地方其实是用来交流的。但是这个交流不是普通的交流，是心灵的交流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理论，就是和你面对面说话的人其实更容易让你心动。赵总，持续关注我们的不会恋爱的我们，就会知道赵总立的这个 flag 到底是什么。结束。